好鍾意唱歌演唱會，請大聲咁叫一聲耶，以啟動演唱會。三、二、一，耶！演唱會正式啟動。Thank you.
人就是他，相识也许不过擦过错，就算你壮阔胸膛，不定天气有更难办，都可迎难你。大家的掌声送给台上的 dancers。 Hello， 大家好啊，马来西亚好吗？好。我数三二一，第一场马来西亚演唱会的声，我听好吗？准备，三二一。欢迎大家来到古巨基，我真的很喜欢唱歌演唱会。大家看到个演唱会的名字，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会改到这样的名字呢？因为你很喜欢唱歌。你通常的名字很有气势的嘛，应该是一句我很喜欢唱歌的。因为今年是我唱歌的第三十年。你有冇試過打平工係三十年冇轉公司？都有嘅，但係亦都係咪好多都有轉過工㗎啦？咁咩驅使到我可以三十年都轉工繼續唱歌呢？因為有力定咯，所以就有咗一個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嘅演唱會啦。咁啊，即係回想三十年前嘅每一啲啦。嗰時，誒，睇住有幾多係三十年前已經聽過我第一首歌嘅？數據唔好叫出嚟啦，知道你年紀細啦。哦，大家都係後尾先至揾翻嚟聽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咩話？由讀書開始聽？十六歲開始聽，你而家幾多歲先？聽唔到，到八歲啊！多謝你先啊，多謝，送個心俾你先。好嗱，我哋翻去三十年前古巨基嘅第一首歌，送俾大家，愛的大師。